这是一个如诗如画的地方。在这里，山与水碰撞出爱的火花，岛屿都是新的模样。在这里，陆与景联动，造就了中国最美水上高速公路。这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杰作。在这里，700里长的修河孕育了别具特色的农耕文化。常年云雾缭绕的云居山也诞生了源远流长的禅宗文化。这是一个充满美丽和浪漫的地方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见证许多最美的相遇，也可以制造一个个浪漫的回忆。这是一个虽不是海，却有着海般动感的地方。惊险刺激的峡谷漂流，丰富动感的水上游乐，原汁原味的农家美味，新潮时尚的网红美食，一定会给你带来海一般的别样体验。这里就是庐山西海。